没有，他们不能承受这样那么久。没，安尼冻袂掉，他们都受不了。哎，冻袂掉，哎，伤舒服，不舒服。嗯。你要想到这个就好了。食薰的是过去世有一个魔女，你知无？魔女。魔女。有魔鬼跟魔女，魔女她所魔女所发的愿，她就让抽烟的人呢，会损失什么呢？会慢慢啊损失这个慈悲心。食薰的人呢，慢慢啊，伊会安那，你知无？愈来愈义气，啊，伊的邪见愈来愈重，嗔恨心呢？买愈来愈重，食薰呢？食薰的咱坐到底，不好意思就对了。当然，我一个人在那边。因为当初是安那呢？释迦牟尼佛咧讲佛法的时阵，啊，这个伊其中有一个弟子啊，因为伊破戒，所以伊就诽谤释迦牟尼佛。所以呢，伊心内就足万分的，万分的当下呢，伊就怎讲？我伫人间一定要留一个足歹的种子落来。这个种子是啥物呢？就是要让足侪人无法度修行佛法。所以伊就发明这个种子，就是迄个薰草。所以足侪人唔知影，足侪人伊并唔知影讲。很多人他并不知道说他吃薰会造成他自己无法度对佛法有深入的了解，他不知道说吃一个薰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让自己转变得越来越不相信佛法。慢慢的呢，合乎的人甲无合乎的人，其实差伫倒呢？有即个福报的问题。你有感觉亲情三宝真好有无？师傅常常拢摕物件互恁食。啊，我去菜市啊咧，嘛常常我讲我要帮助韩氏咧，人嘛足愿意报喜互恁食。但是呢，伊若要服我咧，我拢家讲我无爱。包括你嘛看美珠，你要摕茶互我，我嘛讲不要。为什么不爱呢？你要什么？请问。我要爱你，戒薰、戒酒、念阿弥陀佛。是啊，我也是。我跟他们讲，但是受不了。好，好，好，你帮他解右一下。哦。可以爬起来。可以像安尼坐，会当坐。无多坐的人，请坐在边啊吼，较袂不舒服。有的人真的没办法这样。你比较年轻，你可以，你坐下来。所以呢，咱一定爱伫个圣地小要经，甲咱讲佛法的当下，咱爱骨力落去听这个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听佛法，咱会去思考。咱听到佛法，如果老愿意思考呢，咱才会知影讲判断这件代志对咱有利的，还是无有利的。这件代志，师傅，啊，100块，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哎，你留着下一批影印。哎，对对对，好不好？好，好好。你贵姓？我姓林。双木林。嗯，林立山。好。那天有寄云子起来。好。安尼压印的。阿比猪啥物来哈？压印的是后礼拜的代志哦，你的这个字。冇紧冇紧冇紧。搁有一个歌词，嘛是印即工即个。我印啥物互恁呢？我印三条歌，一条是流转，一条是感恩的人生。不要躺着不好看，坐下来，我来印。我不用哎。超强。
我要的是你们该分该酒，互人娱乐，啊，希望恁会当赚有钱。其实食薰对咱的危害真大，为虾米呢？唔是讲干呐，咱的健康会损失，啊，搁有就是咱的财产，咱财产会慢慢仔会消掉。师姐，来，师傅真罕咧煮呢，我咧即工才要搬一堆菜给人，你搁搬给我？你走去佚佗。师傅在撇菜，师傅菜没有在煮，很少煮，你留着煮，煮给他们吃。哦，没有，我是拿去跟有缘人结，已经七个人了。很好，很好。哎，你坐来听，食薰的代志，共扣坑薰。哈，师傅说抽烟的因果。因果。这个食薰损失人的健康，佮损失人心理的正常，心理也开始无啥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你未来世的这个果报真恐怖，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这个薰草是恶魔，它发一个愿。为什么有薰呢？是因为魔发这个愿，发这个愿要讲，不要让很多人变好人，不要让很多人变正常人，所以呢，它才会发明这个薰草。伊因讲你拢无甲因讲三点呢，因大家拢咧讲。无啊，我嘛唔知啊。我唔想赖，互你下载。下载我去咧上班啊。你我昨昏甲你问，你是讲你昨昏唔知会甲我问，我拢唔知。不要聊天，甲我讲完。好的。我若有，我家己即马才转啊，你问伊。我想你讲你拄仔才不要聊天。甲我讲完。我想我刚甲你问，你会甲我回？他们脚很酸啦。我就唔知即马咧讲。哦，没啊，哦，姐，拍死，因为昨天师傅伤过忝，等于嘻嘻，咱倒了。啊，我下再回复你。你几点回？应该是我出门了。嘿，透早六点，透早六点讲三点禅坐。我想昨未记甲你问。不要躺着哦，吼，要坐着。伊袂歹呢，你即间有啉酒，佮愿意同遮坐咧听师傅讲，唔通食薰，大家拍拍啊，好无？伊即间有乖无？唔是我、啊，吼、哦，只有一点点啊无乖，咱所以家扣十分，100分家扣10分好无？只有给90分就好。读纸，迄间咪讲无听师傅讲话无乖，啊，讲话较大声，伊啦，所以扣10分。我本来是100分。哎，讲完，他们脚都酸了，快点了。没礼貌。哦，对不起。不可以这样子。是你讲的，你先的。我哪有？等一下，我拿衣服给你。又来。其实呢，咱做人吼，唔是讲敢出家的人安尼。对咱有恩的人，咱嘛爱平等心；对咱有怨恨的人，咱嘛爱平等心。安那讲呢？爱度因斗阵来生活，安尼咱才有起这个平等的慈悲心。头早是食出20块哈。这100块我都换掉无？虾人，好，不要了，够证据了。因为那个这个这师姐话，阿叻就下个礼拜的，因为下个礼拜人比较多，我就这100块去装个。15张。来阿兰，感恩，来开始。你不会在这里？师兄来，来郑宇刚，来郑宇刚，进来。好哩。师兄，郑宇刚帮我分了大家，来。对，可以啊。可以来让你发。帮我发每个人。好的。好。妈妈来。什么时候开始？现在。这一张给我，这一张给我。十五张的哦。还没摕到。你十五张，你没摕到。摕到这里。你丢空啊！你搁摕我。喂，师兄，回来。回来。这个不着。
师傅讲叫我甲录影啦。哦，你这敢有分？你若无就当惊坐来拜拜，不要去坐楼梯遐。大家有年纪呢，比较帮我站起来。哦，师傅，你唱一遍。年轻人的骨头比较顺。现在师傅没有设备，只好用这样。没有什么，这样可以。啊，拜托六七七七三二九二九八，快来打一炮，快来打一炮，因为人不多。嗯。到榜一了，榜六六。星期六、星期日的三点，我无要搁公布啊，你固定住，好不好？五六日请假嘛，爱六日的话，不要请假。我不怕路在水中。我的白云与你跳一动，我的心灵与你相拥，我不怕露水中衷，我不怕沙石沉沉，我的白云与你轻相逢。这首歌词呢，它充满着一种忏悔。在佛教呢，忏悔就是朝山。什么是朝山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很尊贵的一粒头放在裤脚，把佛祖顶礼，把佛祖呢顶礼佛祖的两只脚，叫做福慧。佛祖有两只脚，一只代表福，一只代表智慧。这个福报甲智慧，咱两项拢爱修有着，也则是有诶虾米，有诶时阵，拢会看到讲，咱修这个智慧诶时阵，奇怪，哪会拢有一种障碍呢？为虾米咱要得到一个智慧，别人就考试第一名，我就一直就是倒数第一名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福收无透，听有意思无？咱看到一个知识要满足，要有一个开出一个智慧的时阵，其实咱的福爱收了有透。